曙光又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一定要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是没钱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儿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们身上也找不到了精神的支柱。我是如此孤独，我是如此嫉妒，有人说我没了父母就是他妈一废物。又是一个清晨，那窗外还有灰尘，今天过了不知明天该去怎么生存。已经不知不觉我走到了周五，我的生活依然在不停地重复又重复。